请您记住，你准确的方式发送给江山乡各村的村长，先请你村里的广播设备播放，让民众知道这个讯息。请再用电视跑马灯的方式告知民众，请消防局申请国军运输兵力支援撤离工作。针对已经开始积水地区，请申请国军 V15 吨装甲运车再送。还没有污水的地区，也以悍马车再送。并以注射术调派一线的方式协助疏运。江山单位，请迅速办理。你们都了解，马上发送简讯。请迅速了解，麻烦联系电信台就是了。消防员，马上联系国军电视工表。增援。监测处了解，请马上表态车辆。以上是由事故方面呈现现在还一个司机的水集体造谣言之。